只知道刚才，做个梦啊，我没有录下来，不记得了啊。我看到天上云上有个巨人呐，一个大人呐，在天上有个算子在算呢，算子在算呢，那大神呐，用算子在算啊，在是算子在算的时候，水啊，快速的从南方那边流过去啊。然后他把云拨开一点以后他定了几个部门先把那个方向找好了定了几个部门那个部门他们好像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啊，不对下负责，所以这次要让他们要老实一点，老实一点以后就是要把那就是，限制自由的那种啊，限制言论自由，限制出版自由的那种条条框框，坚守那种条条框框的啊，会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啊，现在正在外星人正在寻找他们的那个。位置在哪里的啊？要从那个，最基本的做起啊，从基本的做起啊。现在就是把那个他们的地方在哪里的啊，把通道找好，把通道找好啊，是在哪个地方先找好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一下子，这个非得下去活动啊，好，明白了，明白了，好，再见，再见。